另外，转换新闻来关心基隆首次办室内的大型演唱会，23号晚间在市立体育馆盛大登场，7组的超强卡司热力演出，即使遇到了寒流低温，民众热情不减，像是陈芳宇、还有铁肺歌后戴爱玲等等，都有飙歌压轴，请来本土的饶舌天团911。本土嘻哈天团911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歌曲，搭配声光效果，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基隆23号晚上在市立体育馆举办首次室内大型演唱会，7组超强卡司轮番上阵，即使当天外头下着大雨，歌迷粉丝不减热情，再冷也要来一睹明星光彩。不止表演精彩，主持人陈大天用小歌加上500的口吻模仿911热门歌曲，逗得观众哄堂大笑。而有着甜美嗓音的歌手陈芳宇也来到基隆开唱。穿着红色俏丽短裙，陈芳宇演唱爆红神曲，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基隆年终演唱会还邀请到铁肺歌后戴爱玲深情演唱，展现惊人音域。演唱会吸引大批人潮，嗨翻圣诞前夕。基隆市长谢国良说，已规划明年夏天还要举办更大型的户外演唱会，民众可以好好拭目以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